队友助攻谢宇荣被小曹矮的抱抱，全明星公然做球，小杰差点丢拖鞋。今天是我们从开季到现在唯一的三连胜。恭喜全明星红队又朝总冠军迈进一大步，不会急红粉请把这集供奉起来，痛哭流涕看他个200遍。啊，队长阿嘎也迎来了高光时刻，在飞把项目3发全中，平了大会纪录哦。好，超爽超爽，终于有一点贡献，你都有贡献好不好？讲什么话？我本来打算说应该这个赛季结束应该都没有机会来这边讲话，阿嘎可以继续接着讲话啦。最强后勤还在躲避球比赛时接下打中小爆的关键一球，红队因此逆转了局势。现在双方那场东西起了，这个起了，再加五，救命啊！4、3，阿嘉，阿嘉，阿嘉，耶！杀进决胜的第三局啦！蓝队那场6个，红队是10。林三，接的漂亮，像是空手接球一样哦，漂亮！小超林三，好，盘真人超稳。蓝队有没有办法逆转局势呢？必须要把球先拦截到，但好球！结果潘真人这一次终于被砸出了场外。剩下20秒而已了，火箭！现在红队就是要大家直接都慢下来，因为他们有4次的传球机会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红队接连拿下飞靶，躲避球，排球胜利，将飞数累积到19座，等同狠狠剃了蓝队光头。好。哇，这个，哇，这个沟通问题，其实夏普阳真的蛮聪明，他就把球处理到两个人中间。我们俩这边被点穴了，红队的机会来了，曹佑铭后排杀球，哇哦，再来，成功了。是谁说要错球可以找到？我们刚刚共同玩一下，对，要经过我同意吗？我们最后决定剧本这样，要这样。其实三球脱掉这样丢上去了。比方，我跟你讲，今天你才是真的长大，好不好？哎，领导哎，谢谢大家的照顾。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不确实的一个球队，一个团队，很不确实，很浮躁。就是你完全在赢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记得教练跟你讲的事情。其实刚才小曹在整体上面，他也不是说真的攻得有多好，但是他非常的冷静，他完全掌控整个比赛的节奏是在他的手里。可以说，等一下，今天生日，要怎么？英文是可以的吧？快点，没球，今天说的。谢谢。哎呀哎呀。